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这个简东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7人，建立平陆县政府审查局近期决定以太武乡平和部落新建靶场一案，已引起部落恐慌。部落会议决议一致反对，本案已涉及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政府或私人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从事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及学术研究，应之上必取得原住民族其部落同意或参与原住民族的分享相关利益。因此本席原提案要求内政部警政署及屏东县警察局諮商重新考量本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7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曾委员明忠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曾明忠等12位委员建议大学申请入学的真试费用普遍相当昂贵，不利于弱势的学子升学发展，因此建请教育部减免相关费用。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部实施多元入学多年，但是大学申请入学真试的收费各校的规定不一致，而且相当的昂贵。若以每个人申请6个校系来看，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费用每一家将近15000左右，对于弱势的学子而言，不利于他们依照真试收费让他申请入学。所以本院曾明忠等12位委员建议修正大学申请入学真试收费，建请教育部能够减免，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位委员曾明忠等1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张委员立三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本院委员张立善等13人，鉴于明年即将在云林举办全国灯会，云林即将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希望政府注意人群高度聚集的活动安全。对于近期因为禽流感扑杀肉鹅之后检测出复阳再度确诊的禽流感，应及早因应，考虑到明年灯会举办期间为禽流感好发季节，为避免届时发生禽人交叉感染，本席要求农委会、卫福部应及早准备，建立协调因应机制，以防止疫情不当流行。原提案要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制定预备方案及因应机制，将能防范禽流感。流感在灯会人群高度聚集时期，降低产生交叉感染的可能，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本院委员张立善等13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罗委员明才发言。罗委员明才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委员乃馨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等22人，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浪费约40%的食物。另家福基金会曾统计，台湾一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让全台低收入户吃上20年。去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公布米兰宪章，将食物权
列为21世纪的新公民权，呼吁各国正视食物浪费的问题。而法国、意大利等国业已配合立法，为减少食物浪费、减缓全球暖化造成的粮荒危机，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尽速研议妥善利用剩食的对策，既能实尽其用，又能造福弱势族群，减少农地无效耕种，发挥节能减碳功能，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22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院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黄委员伟哲发言。黄委员伟哲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赖委员世宝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赖世宝等17人临时提案。那么因为今年台水公司推动水价调整方案，应该可以逐步的改善旧的管线没有钱修的恶性循环。但是根据台水公司105年度营业预算报告指出，降低漏水率计划在102年、103年度预算执行率仅仅只有到达 2.89% 以及 42.38%， 非常的低，而且104年度以前所编列的预算皆无法顺利执行完毕，显然它的预算编列跟财务规划有所缺失。有鉴于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相关的单位应该在3个月内针对降低漏水率的计划之配合工程进度以及实际经费需求情形做一个检讨及调整执行报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17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王委员玉敏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8人临时提案，有鉴于动物保护法临安乐死政策将于106年上路，目前全国各县市政府配套措施仍不足，且各收容所设施有待加强。原建请农委会会诊全国各县市收容所收容现况，强力督促各县市政府健全临安乐死政策相关配套措施，并会同教育部及内政部调查现行全国校犬及社区犬数量，从校园及社区落实动物保护教育，以及减少民众弃养，有效从源头解决流浪动物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8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卢委员秀燕发言。主席，本席等11位委员临时提案，有鉴于民众日渐依赖政府的电子化服务，但是目前使用自然人凭证查询服务资料，竟然只能使用 IE 浏览器，造成多数使用行动装置的民众不便。原此，本席呼吁政府应该尽速的更新系统，以及开放其他的浏览器，以供民众选择，以提供民众更便利的电子化税务服务，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1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吴委员施瑶发言。本院委员吴思瑶等15人临时提案，针对近年来台湾社会屡屡发生多起无差别杀害事件，政府应就犯罪人之特征、动机、原因及背景等面向具体进行研究，以防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原此要求法务部比照美、日、英等国家做法，就2009到2016年间发生之无差别杀害事件，于2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并对此类重大刑事案件之犯罪研究及预防，持续进行主题式、跨年度系统性之研究，进而作为社会安全网络建制之重要基础，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本院委员吴思瑶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游委员美女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委员游美女等三十一人临时提案，鉴于人权为普世价值，亦为我国立国之核心价值，超越国界、性别、种族、肤色及宗教，度我国对于促进中国民主、自由及法治之发展及保护两岸三地人民之基本人权，责无旁贷。2016年3月10日，美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内部不断恶化之人权状况。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伯表示：“我们对于中国人权记录的恶化表示担忧，特别是对维权人士、民间社团领袖以及律师的逮捕和关押。”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被剥夺了聘请律师和亲人探访的权利，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共自己的法律和对国际的承诺。原此要求未来两岸交流应该加强人权项目的关注，有关行政单位就目前已经通过的相关人权立法定期检讨，定期发布中国人权的概况，并且向立法院报告，必要时提出行政措施援助受害者，以落实联合国两公约是否有当。本院委员游美女等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李委员燕秀发言。本院李燕秀等十一人，鉴于行政院仅比照先前老人接种流感疫苗已支付预防接种处置费之规定，对孩童之流感疫苗也应支应处置费，但对孩童其他之公费疫苗预防接种处置费却从未编列预算支应，本席认为缺乏严谨完整性。其次，预防接种是全球公认对传染病防治最具成本效益之方法，因此根据以上，为了更有效提升预防接种服务品质，针对台湾儿童接种公费疫苗之预防处置费用应有编列预算之必要，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李燕秀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江委员启程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江启程、徐真卫等十四人，有鉴于20到24岁年轻族群近十年失业率都在10%以上，平均要花半年才能找到工作，而我国青年失业率为13%，为总失业率的3.3倍。相较日本的1.9倍、美国的2.5倍，台湾青年失业率与总失业率相比，可说是全国最高。高失业率加上低薪，无形中扩大相对剥夺感。青年在对未来没有期待之下，是否可能成为社会未爆弹，仍有检讨之必要。原此要求行政院应积极协助青年学子就业辅导工作，针对长久以来年轻族群高失业率、待业期间过长的问题，及早提出因应措施，协助青年找到符合其专长及需求之工作，以降低青年失业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江启程等十四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邱委员自委，邱委员自委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周委员春米发言。主席，本院委员周春米、苏振清、钟嘉宾等十三人临时提案，鉴于台铁屏东站新建至月台通道狭窄，至旅客候车及通行月台险象环生，原请交通部比照台湾高铁之设计规划，增设月台挡板或其他安全设施，以维护
旅客候车及月台通行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周春米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林委员德福，林委员德福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罗委员质证，罗委员质证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由高路宜用委员代表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国在肯亚获判无罪之国民非法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侵害我国国民之基本人权与人身自由，我国政府却处理牛步，持未对我国国民人身安全之保障及救援采取有效措施，现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亦无法发挥作用。为此，建请本院于本周五2016年4月15日院会变更议程，邀请行政院院长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由各党团代表民进党团四人、国民党团三人、亲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各两人进行询答，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做如下决议：本案请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7条规定提案处理，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吴委员议请发言。本委员蔡宜宇、吴益勤等16人，有鉴于台湾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行政院104年底的人口结构的分析，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已经占全国的12.51%，人口老化已经成为台湾未来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嘉义县人口老化问题又以鹿草乡最为严重，在人口数只有16108人的一个小乡镇里面，老化的人口比例却已经占了全乡的23.49%。几乎是快4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未来政府将推动这个建构长照10年的一个计划，也就是我们的长照2.0，而嘉义县鹿草乡是可以用最低成本来推动我们整个老人的一个长照计划的乡镇，所以建请同意让嘉义县鹿草乡成为全国老年长照计划的一个示范城镇，是否公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本院委员蔡玉宇、吴益勤等16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继续处理复议案。复议案总共有2案，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9案及第1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我们另定期处理。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7次会议报告事项第4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我们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